小姨夫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挺阳光的一个人，没事郁闷啥玩意儿？就是嘛，我阳光啊，对我阳光，你没听那么句话吗？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就你小姨，我媳妇儿，每天除了骂就是打，弄得我可委屈了。但是，不有这么句快板吗？啊，听过没有？说怕婆娘，怕婆娘，因为爱她才把她让。我是因为爱她，我大老爷们儿我会怕一个女的，所以说我就委屈，我就找她借酒浇愁，没想到啊，愁更愁。我看你俩我才愁呢，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多危险呢？不危险，咱们小区嘛，全世界最安全的幸福小区嘛。安全什么呀？安全呢？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，全小区的自行车全让人给搬走了。啊？谁呀？谁这么缺德呀？哎，查监控没有？把这坏蛋抓出来。查了，而且目标的特征特别明显啊，一个光头，一个矮个。我不是光头，我也不是矮个。不是咱俩，谁呢？陈佩斯和潘长江吧。哎，就是这个特征。哎，人家陈佩斯和潘长江住咱小区吗？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？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不吃他窝边的，上咱窝来吃。你可别扯了，就是你俩，你说你俩胆儿咋那么大呢？啊，你把人自行车都搬哪去了？不知道啊。不是小姨夫，咱俩喝多了，是不是把自行车偷出去给卖了？卖了，那钱呢？喝酒了。还有心思了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还有更大的事儿呢。怎么的了？你小区有一个业主，那个车的玻璃让人给砸了。谁这么缺德呀？查没查监控？把这个坏蛋抓出来！一个光头，一个矮个。我不是光头，我绝对不是矮个。还是陈佩斯和潘长江，这俩你俩都气死我了！坏蛋，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，我离家出走，钱庄我跟你过不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过不了了。你走就走呗，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？你不知道，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要是我们俩砸人家车玻璃的话，我们俩都干啥了？你问谁呢？啊，你问谁呢？你俩偷完自行车卖钱喝酒去了、啊、砸完人家车偷完东西又卖钱了呗？卖钱干啥呀？继续喝呗。哎呀，错了，我有点错。你说你俩呀，啊，现在知道错没？知道错没？错了。看你俩以后还喝不喝？还喝不喝呀？那个咱俩怎么？我看你俩 就看今后喝得好啊，喝得太好了。哎，你俩都在呀？他俩干啥呢？反省呢。反省干啥呀？小姨夫爷爷、二姑父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不管是电视台录像还是报社采访，你俩就说是在我嘎达当店喝多的，行不？王小倩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他俩喝多了之后都干啥了不？干好事了呗。好事。啊，昨天晚上他俩，我跟你说，别说了，我俩都承认错误了。是，哎，好事咋还不让说呢？他俩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把咱们小区所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摆的那叫一个齐，停的那叫一个直溜。是他俩吗？一个矮个，一个光头吗？监控器看得清楚不清楚？我是矮个，我是光头。那不是陈佩斯和潘长江吗？那是别的小区的。二米粒，哎，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？凭什么说我们两个是小偷？对不起，不对，还有人家车玻璃的事儿呢。这个事儿就算了吧。对，别提了。过不去，不能不提。幸亏他俩把车玻璃砸碎了。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啊！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。啥小狗？小狗？什么情况？是这么回事，咱们小区二号楼502那对夫妻停完车之后啊，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。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，那小狗就没命了。哎呀，
是他俩吗？那光头你是矮个吗？我是矮个，我是光头。不应该是陈佩斯和潘长江吗？二姑啊，啊，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？咋的？你跟他俩有仇啊？阿美玲，哎，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？带着你的化妆品走。那个误会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什么过去？什么过去？过不去。想往哪儿过？你咋来了呢？小王你好。臭流氓！咋的了，小王？阿美玲，正好你在这儿 啊！你看看你家是啥人哈？我黄小黄虽然是大龄单身女青年，我很想把自己嫁出去，但是我是一个正派的人。就他俩，你是你吗？不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是你，你闪开！你过去，你自己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儿？怎么的了？亲爱的黄小黄。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，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，小黄，我爱你。臭流氓，小姨夫，小姨夫啊，我痛心呢，我小姨夫，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小姨夫啊？是，小姨天天打打你，骂骂你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酒后乱性啊，你就啊你就对人家小黄产生非分之想啊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啊？你接着往下看，还有一段呢，你看看吧。亲爱的黄小黄，我对你的爱是深沉的，我暗恋你已经很久了，小黄，我爱你。臭流氓，钱顺哥，你真是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！你先等会儿，我骂他两句。好啊你，人家二美丽对你多好啊，你就对人家黄小黄产生非分之想了，不要脸，臭流氓！我不知道啊，坏蛋，一对大坏蛋！从现在开始，不许说在我家饭店喝多的，我跟你们俩一刀两断，断不了。断不了，完了，是你俩，你帮我把这个事儿办好。哎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说，哎，爸，你俩干啥呢？哦，我跟爸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俩当评委呢，咱们预演呢。哦，对对，怎么回事？赶快，赶快吧！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开始了。二米粒必胜，这下二米粒必胜，二米粒必胜，二米粒必胜。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，情况是这样的。我们社区啊要搞一次大型的选美比赛，拿到冠军的要代表我们社区参加全省的选美大赛，奖金是50,000，而且当场兑现。我们家呢派出的选手是二米粒儿，好，为了帮助他尽早的进入比赛状态，我们要模拟一次比赛现场。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四位重量级的评委。四位评委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下边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一号评委老范同志。好，接下来介绍二号评委，完美丈母娘老米女士。谢谢大家。三号评委钱顺峰，民营企业家。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隆重的介绍四号评委，该评委是劳动者的代表。被誉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古典美女大米粒闪亮登场。千年等一回，等一回呀、啊、这什么玩意儿，你这蛇精啊你啊，不是人美女，不是人，说话注意点意，说谁女儿像蛇呢？有这么粗的蛇吗？这就是个蟒。什么蟒？蟒？对对对对，蟒蟒蟒蟒蛇。好了，四位评委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严肃一点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爸。街坊邻居们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本次大赛夺标大热门二米粒女士闪亮登场。好。
二明啊，嗯，打起精神来啊，嗯，你这次非常可能要获得冠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参加的是中老年组。哦，你的对手都是妈这个级别的，啊，连你大姐这个档次都没有。好，但是大姐夫，嗯，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明白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，嗯，中国大妈已经成为世界品牌了，我绝对不能轻敌。对，好的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，开始。大家好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叫二米粒儿。嗯，我今天能得这个冠军吧，我心里特别的激动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的大姐、我的大姐夫、我的老公。你还没比赛呢，还没拿冠军呢，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？啊，对呀，是我还没得冠军呢。对呀，你还没得呢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太自信了。 不是，我有点太紧张了。太紧张，别紧张，放松啊。二米啊，现在是自我介绍时间，嗯，时长是60秒，开始。等一下，哎，干啥呢？抠眼珠子干啥？怎的了？哭了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评委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失去了妈妈。停。说这什么玩意儿 啊，你还没出生你就失去妈妈，你从哪儿出来的？我从易拉罐里薅出来的。哎呀，我太紧张了，再来一遍，对不起各位，再来一遍。你别瞎。天哪，这就是一个带有爱情的一个小礼物，你知道吗？拿来吧你，宝宝，这球啊，我的不是你的，我的，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看我也没有用，知不知道？孩子小姨啊，这球我告诉你，可是我的，听着了吗？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听见了，别说了。于小脸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作为小区的保安，你不保护我们业主啊，你竟然在这儿利用工作时间你谈情说爱，你。哎哎，小米粒儿，注意你的措辞啊，我俩可没谈情说爱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都听见了，什么又咖啡又电影的又合影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不是，那后面练球你听没听见呢？注意你的措辞。哎妈，我都懒得往下听。宝贝儿啊，你别伤心啊，这球确实不是你，去上那边玩去，去老实坐着，我跟你们掰扯掰扯，我去。小姨，你看他们，啊，他们抢我球。哎呀，明白了，你小姨给你出气了，你站着坐着吧，放心吧，啊，我没抢你球，我告诉你，后面的你更应该仔细听，明白了吗？是我明白了，主要啊是你骗小孩球。什么叫骗呢？我又抢我又骗呢，我告诉你，这球确实是秘密给我买的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买呢？他想让我练滚球子，练好滚球子以后就离他远点。啥意思啊？蒙着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狡辩了。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保安，看来啊，我非常有必要跟我大姐夫反映反映，更有必要让物业换个更有素质的保安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怎么跟我素质还扯上了呢？小妞，我跟你说哈，这球真不是你们的啊。哎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行了吧？多大个事儿啊！我再买个新的给他不就完了吗？孩子，走回家。你先等会儿，等，别走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不是这个球的事儿了，现在是我人品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必须得跟我说清楚啊。咋的？这球我都不要了，咋还不让回家呢？你们这都干啥呢？啊，跟你们说话，把头抬起来。来，不就是个球吗？秘密。嗯。你这球你非得给啊。对，小米粒，你这球非得要啊。这球我不非得要啊。我没非得给呀，啊，那跟他有啥关系啊？谁知道呢，真是的。我来，宝宝你坐这儿，你别动，我今天我就跟你俩还白痴不明白了啊。跟你们说话你们得看着我。别，我哎呦我的啊！咱们一定要看好脚下的道，走好自己的路。
慢点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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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，干啥呢？啊，不是你不是当志愿者跑着看井盖的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你在这一边看一边玩手机，你能不能专心点啊？用你说呀，嘚嘚嘚嘚嘚嘚的，我都看一个多小时了。我看小米粒都没这么认真过，用你看呐啊，用你看呐！我跟你说这一片啊，我自己能管好，你赶紧走吧，行不行？不送，再见。于小脸儿，你没良心！我是志愿者，在帮你呢。你一会儿看门，一会儿看井盖，一会儿看门，一会儿看井盖，你还搁这嘎达画圈儿？你要掉井里呢，谁看门？这小门走的都是孩子，你一个人看我能放心吗？啊，对，可不都是孩子呗，人家老范家那些老小孩那小米粒也从这过，是不是？闭嘴，看破不说破那是道德，看破揭发说的厉害，揭发，我跟你说揭发，别吵了，揭发他，他就是别吵别吵，别吵，你厉害行不行？你厉害，你别撵我走，那个我歌颂歌颂你。哎呀，你那歌歌怎么的歌颂歌颂你？别闹了，你怎么歌颂我呀？你这，哎呀，哇，这么大个太阳你噎不噎？啊，来你好好说话。什么噎不噎呀？你好好的啊。啊，这么大个太阳你热不热？我站一个小时都快虚脱了，你一站就是一天呢，为什么就不虚脱呢？请问那个你这么敬业，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是暖暖的。哎呀，你这来音乐先停一下，你说你跟你不能，你告诉我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的？你身上怎么的了？暖暖的，好好说话还暖暖的，就晒的还暖暖还黑黑的呢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啥玩意儿晒的？我看维修师傅汗流浃背的，我心里真是暖暖的。是你，我看他们也暖暖的。哎，那你看我呢？凉凉的。我喝瓶水去啊。你老喝什么水？你站着你喝水，你说那一箱水你一会儿一瓶一会儿一瓶一会儿一瓶，这一箱都让你喝了了，那是给维修工人的，你讲不讲这良心呢？你啊，我买的，谁花的钱呢？不我吗？